晨晨，我们一起来种植吧。哇塞，先来拼装阳光房。阳光房拼装完成，这一个是营养土，我们来泡发一下。哇，我现在把土放进种植杯里，我们开始播种啦。番茄、辣椒、豌豆、萝卜、含羞草、黄豆，把它们放进阳光房里，来给它们浇水喽。小种子快快发芽吧，以后我每天都照顾你。